致训词。那么这一次就是请香港五点同事，希望在开班讲解的时候，大家听了以后，讲好的地方要记在心中。那么这一次就是香港五点同事，大家都见过他的这个彩票，他注解的有《道德经》，是他亲自注解的；注解的有《金刚经》，是也是他自己注解的；现实有《大小东东》，是还没拿出来，还在香港呢，可能以后也要注解出来。注解出来的东西啊，要拿到我们台湾来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这个机会很不容易得啊。